今日连续两件五上八十二快速道路，机车驾驶是伫咧嘉义县堤附近要前往中正营区，嘛因为当来到嘉义县路况无熟，利用导航引路，煞无小心五上八十二快速道路，后来经过水上分局水属联合所警员伫勤务中心通报之下，前往将机车技师安全的带下平民道路。警方接获一恐报案，伫个水上乡台八十二线快速道路有机车误弄，让路过赛车的民众心惊报案。水上分局、水上联合所的警员在勤务中心的通报之下，驶着巡逻车前往伫个20.2公里处东西匝道的路间，配合机车来了解。原来技师是在嘉义县堤附近要前往中正的营区，也因为拄来到嘉义县路况无熟，利用导航引路，煞无细理五上八十二快速道路。警方以巡逻车对在其后，平安护送伊到平民道路，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导航系统有真侪设定，如果骑机车爱使用到机车的设定。如果设定在汽车使用，就有可能误导，在无认清道路标志，有可能误弄使用的道路，呼吁民众爱细理。细心是不错，民众最上乡采访不得。用心制茶，诚心奉茶，欢迎各位来家里的。在整个嘉义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县的农产品穿一件衣服，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哇，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有品牌就有责任。我们从食安的检验，包括设立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给你认证。不管是在网络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在电视，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直接去摆摊，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直接跟消费者对话，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直接对话的密码。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